好，题目越来越复杂咯。好，这一题他说 y 等于 s 平方乘以 arctangent 三倍的 s 平方，要求 dy/ds。 好，各位同学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好，这是两个函数相乘的微分啊。前面这个函数叫做 s 平方，后面这个函数叫做 arctangent 括号 3s 平方。那因此我们在作答的时候需要用到积法则。那所谓的积法则就是两个函数相乘的微分会等于前面的函数微分乘以后面的函数，就是后面照抄加上前面照抄乘以后面这个函数的微分。因此呢，在这一题里面我们只需要把 s 平方的微分以及 arctangent 3s 平方的微分写出来，那这题就结束了。那我们知道 s 平方的微分是两倍的 x， 那后面 arctangent 3s 平方照抄加上 s 平方照抄，那接下来 arctangent 三倍的 s 平方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合成函数，那我们把 3s 平方当作 u， 那根据 arctangent 的微分公式，它会等于一加 u 的平方分之一再乘上 du ds。 好，那我们把这道式整理一下，好，会等于 2x 乘上 arctangent 3s 平方，前面是照抄的，加上那因为三倍的 s 平方它的微分啊，在这边三倍的 s 平方，它的微分会等于六倍的 x， 那所以说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就会变成 6s 三次方除以一加上九倍的 x 四次方。